反正护符抽了还不是没有。你看我现在去抽护符，我现在抽护符还是不是不会出东西？我抽两张。垃圾！哎，我还没能在商店换四张护符啊，是不是还没换完？哎，还没耶，耶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顺便换一下。我还有38个哎，算了，换一换好了。好，我把这四个抽掉吧，我把这护符抽完好了。你看，反正也不会出东西。神族有人布迪卡哦，干，好厉害哦，我都不知道布迪卡要怎么打哎、欸，不会出的啦，你们傻啦，不会出东西，你们真的是哦，金卡都不会有好吗？我、哦、用布迪卡打，我觉得就真的还蛮厉害的。嗯，对，只有出货啊，出货再说啦，你们已经是嗑药了。刚好把它抽完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刚好把我的那个抽完而已，因为我发现我之前有按的。完了，岩上，这游戏真香！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有这种故事啊？哦，我还蛮喜欢狂金石的，等一下就可以把它练起来了。原来其实我是自方打手，而且他还是加的那一张哎、欸，因为他现在十加一会多送一个，还是送的那一个。啊，你偷打西柚凯要加会员，没关系，你还是可以加了，可以可以，加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一样喽，是不是很棒？啾咪！哇，聊天室好气哦，你们刚刚都没那么气，等一下，你们刚刚我开台在讲繁中的时候，你们都没这么气，你们现在是不是更气？人家表示。不对啊，我怎么发现 DA 这只周报怎么都不喜欢？是不是 DA 又在帮营运资方打手啦？然后结果才不是哦，干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哦。看到最后一刻才发现，啊，比他体质还气，超气，比刚刚开比一开始还气，最气，这个比较气。原来今天演上是上我演我自己啊，比一开始还气。原来我的镇魂曲计划是把仇恨收到自己身上是吗？资方打手三分气，呼服吃货十分气啊！现在是所有玩家的愤怒，笑死我！你不知道，其实这是我是将所有的愤怒吸到我的身上，然后大家就不会去底下骂人了。其实这才是我的计划，其实这才是救急的资方打手的绝招啊！你们太天真了，你们以为资方打手就是帮营运说好话？不是，把大家的愤怒集中在自己身上。啊！笑死！啊！啊！哇哇！你请原谅云绿了。哦，最后两抽是因为送的啊，因为日版现在是
30颗石头，11抽，10张呼符，11抽这样子。所以你抽到第10张呼符的时候，他会多送你一抽这样子。对，杰出的一手。请问还有没有缺官方打手？以后不就好了？大家都不要吵了，我呼符出五星，然后全被打死。脂肪打手是三小啦，气死！什么叫脂肪打手啦？哦，好，等下把他力气练起来。炼乳打手好不错哦，每天都在吃炼乳是不是？哇、哦！